蓝十字保险醒字派，婷婷同杨洋放假带个仔嚟玩，使唔使多几个保镖啊？呢度陷阱多，唔使同佢买学童意外保得啦。就算浸亲跌亲住院，睇中西医专科铁打，甚至镶牙矫形去疤，都唔使去公立医院排急症嘛。多几个保障唔好啊！以上智醒贴士由蓝十字提供。